这一组呢是扳手腕的比赛，那两个玩家呢各选择一边，然后一直猛按这一颗，直到把对方的手腕扳倒，触碰到这两颗，那看谁扳倒谁就是赢家。那这一组它的底部呢也有这个止滑的装置，就是在玩的过程不会说因为太激动然后这个会滑来滑去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示范。3, 2, 1, GO! 那红队就赢了。